起哇 ！I'm Jessie Kim。新叶是什么？沉默。各位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漫才少爷哈，我是吉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欢迎来吃。嗨，今天的主题是谁是杰西王？是不是你吧？但这是什么样的游戏？我不太知道。就是我们请其他工作人员出了一些中文的单字，等一下要请你们形容这个单字，我来猜。好、oh. 啊，对阿布讲猜我们杰西的东西是什么？没错。好好好好 ，OK。啊，那听不懂的话全部都你的问题啊，是我们中文的问题吧？我这个挺酷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游戏大概我理解了。嗯。为什么有台湾啤酒啊？因为台湾啤酒的业配。真的吗？不要瞎掰好吗？因为呢，有的台湾朋友跟我说，我的中文是越字越好啊。其实我也觉得这样。对，今天我想要实验看看。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你要喝啤酒。是是是是。有点禁药的感觉啊。对，可是这个是合法的。知道知道。所以没有我的啤酒吗？啊，你的啤酒没有。所以我要认真玩这个游戏。是是是，你一边喝啤酒一边玩这个游戏，是奇怪的。啊，可以啊，试试看吧。好 ，OK OK， 对吧？杰西王 ，start。哎，那时间的部分大概30秒，30秒以内。对，太多了吧？哎，真的吗？3秒就 OK。三秒，我们看汉字就结束了。哎，等一下要说明一下，不能讲到里面的字哦。Okay, 你们解释的时候 ，OK， 好。所以啤酒的话，啤酒就不可以讲。没错。好，那全都是多么监工 ，OK。而且第一轮是我不需要啤酒。那种实验的感觉。好，试试看。现在是还没有喝酒的仓木。真 ，OK。那阿古想不改看？好。那。三二一 ，start。厕所里面有的，两个字。有的。是。两个字。是。卫生纸。不是，这个是大便之后呢，什么呢？免治马桶，两个字。两个字。马桶。没错。你讲马桶很简单呢。Yeah! I'm Jessie Wang。是的，这个很 lucky。台湾啤酒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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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OK 吧 ？OK 是什么？哦，体温计。对，体温计。哦。可是你的中文超烂的。没有。对，讲的话，超朋友也都会。阿国就一直讲很接近的东西呀、啊，对啊，对吧？屁个屁啦！你只说厕所大便而已啊！屁个屁啦！我想讲的是，现在进酒店里的时候要用这个，这个是蛮对。对啊，认真的杰西、啊。那我要给一副。Vicky 嗓子想喝酒了。现在两个人都猜到啊。啊，可是时间的部分是我比较啊，对，差不多，比较短一点吧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。那我们就来看喝酒会不会是比较好是啊？好好好，谢谢你，台湾啤酒赞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所以真的题目很重要。马桶的体温计的话。体温计比较难，马桶很难。你们会写马桶的汉字吗？会啊，对吧？喝完了，耶、yeah! ！中文变很好的感觉吗？变很好了，大家说的中文都听得懂。现在看的观众朋友的心理上也是多看得到。哇，好厉害！这个灵感不是中文吧？已经是超能力了。超能力猜不起。所以接下来的题目跟美食有关的。嗯，好。哎，三二一 ，start。四个字。四
四个字。热炒店，卖的东西，还有客家小炒。不是，应该是水果，应该是海鲜的。没错。耶！I'm Jesse Wang，I'm Jesse King，I'm Impression King。为什么常常讲英文？要讲中文吧。对，喝醉了之后，我的英文也是有进步了，是变好很多。啊，真的有进步哎！那换欧大生吗？嗨，我的题目是这个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在早餐店。早餐店蛋饼。那个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的那个蘸酱油吃的。蘸酱油吃。那个。葱抓饼。那个。是白色白色。白色。白色白色。白色。对，三个字。豆浆大王。啊。豆浆大王。这种的。不是。烧饼蛋。白色的，对，还好，有点黏黏的。粥吗？粥类的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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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哔哔，时间到了。不是不是饭，不是饭，有点黏黏的，对，黏黏的。大根。哎呀，对，这也不行。萝卜糕。对。啊，抱歉。这个我没有说错的感觉。对，我一开始想成是美而美的早餐店啊，所以蛋饼然后之类的，所以我想那个豆浆大王，我才知道，对，还不错，可是有一点点啊，是不是吧？给我查一点点，我会理解，对，那我也可以喝酒吧？嗯，怎么？所以喝酒真的真的会变好吗？真的，继续喝呗。有名蘸酱油吗？我蘸酱，我是酱油派。那个这个是油的人吧？萝卜糕的话，大家叫那个黏黏的哦，酱油糕。对 ，OK， 喝完了 ，Power Up！ 他是勃朗机，很麻烦。Gold Medal， 金牌。为什么变讲很多英文？对啊，真的是要讲中文。好，这个是夜是什么？参谋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 OK， 这个是应该形容词吧？看起来，哇，难吗？难吗？很难，这个很难的。难哦。三二一 ，start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然后负面的。负面的。对，是应该怎么讲的？有点玻璃心的人。玻璃心的人，对玻璃心的人用的，脆弱的，耶！这阿古讲厉害而已吧？为什么你长木的心那么厉害？为什么？耶！给我的，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那跟刚刚三木的形容词有点相反的感觉，坚强的，还有那个没耐心，没耐心，对，还有很嫌弃，愤怒的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对对对，有这个字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无奈的啊，什么？哇，这个怎么讲呢？还有，很嫌弃，很生气。暴怒的啊，不是这个，没那么生气。应该对，应该不是这样，有点不一样的路线的。躁郁的 ，Time Up！ 刚刚，对这个我怎么讲？还是这个激动的啊，激动啊，激动的不一定生气。对对，但我不知道激动的怎么讲。这个为什么阿古讲沉默的时候那么厉害？阿古讲现在喝酒吧。日本人都是解释的是很完全的，对，不需要直接讲就 OK 了。真的喝酒我就会变好哎，突然话很多，还要继续玩吗？啊，那最后嘛，最后然后就是哇，可以多好是不是？耶！喝酒所以会松聊天，所以他也是会松会放松。
听得懂。平常中文已经越来越怪异，对对，已经听不太懂他说什么。Yeah！ 喝完了。喝酒后有感觉就会真的变好，但变很无聊，变很奇怪。跟前友有关的？不是不是，前友。哦，前友的。前友有关的是什么 ？OK。哎。好。我说的是这个。三三二一 ，start。哎，四个字。他已经喜欢的人。啊，对，他的一见钟情，不是，他的，你要比出他的，可以，身体，已经喜欢的人，他想象力呢？那个什么，他幻想的吗？他的梦中情人？不是，他已经喜欢的人，没办法形容这个前友哎，可是。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是是是是是，这个是喜欢的人了，心有所属。哇！心有所属。可是不可以讲有，不可以讲情境，很难的。哇！耶！耶！很难的。已经喜欢的人，已经喜欢的人，阿姨知道。是阿姑讲真的厉害。好，阿姑讲拜托。OK。哎，我的是这个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超级超级快乐。超级快乐。超过一个程度，不会生气。超过一个程度不会生气。很高兴。为什么又选这个两个字？快乐，快乐，高兴，开心吗？超级超级啦啦啦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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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近，兴奋，幸福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不会生气，不会生气，对，超级高兴。呀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你已经猜了，猜，不是，对对对对 ，OK OK OK， 从这个心情。心情很好。太难了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猜不到？你是有看啊？我猜的意思有点搞错，是吗？不知道，公布答案好不好？啊，好吧。啊，心花怒放哦，是超级高兴、超级开心的意思吧？嗯，有微妙，微妙，是的。你不行啊，过奖。为什么？可是这么的情况都猜得到、欸。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，跟朋友好好聊天，开心就 OK 了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我不想讲今天的结束完是沙漠哎，但是真的是哎、欸。Yeah! 台湾啤酒炸，大机器和这一碗而已啊。所以以后的比赛 ，Miki 想都要喝啤酒。是，对。我在山寨喝酒也是不要生气我，不要骂我，对，骂你、啊。这个是为了观众听得懂我的中文，所以我也面真喝台湾啤酒。是这样的话，你要好好学中文啊！没有喝酒的时候，也大家听得懂的中文是更好的。对啊，这才是对的努力方向吧、啊。不好意思，突然听不懂。为什么？我真的觉得这个不公平的比赛的感觉。下次也许我们要玩一下吧。这个。我刚刚喝酒。对。不是喝酒没什么。你呀、啊，不讲。那我喝酒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好啊。你好认真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嗨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还有我们有连续的粉丝团 Instagram 也有。Thank you. 拜托拜托拜托。对吧对吧。再见。再见。好大了。